Showmaker 画面辅助流压缩，神话中未选的辅助装，能为队友提升 9% 的伤害，再也没人说我是混子了。众所周知，联盟中每个版本都有些超模的装备，这些装备无论是数值还是作用都碾压其他装备，比如上个版本的电刀，再比如现版本的薄暮法袍。如今的韩服高端剧中，越来越多的战士英雄选择薄暮法袍这件神话装，而 Showmaker 更是直接开发了薄暮法袍流压缩，具体出装为破败、薄暮法袍、盾弓、海妖、复活甲。可以看出来，薄暮法袍是替代了无尽的位置，毕竟现在是一个打架的版本，压缩本身非常的脆，如果前两年都出攻击装的话很容易被秒，而薄暮法袍仅需2300坚壁，提供高额的双抗和血量，定身对手或者被定身后喷增加 9% 的伤害，在肉的同时又有一定输出能力，完美契合压缩。而且不仅仅是压缩，如今的韩服第一刀妹永恩全部都是选择薄暮法袍来当做核心神话装。那么各位看官老爷，你觉得 Showmaker 的这个发明如何呢？